to the patient.看到了南非啊，那一种早期慈济人母鸡带小鸡的精神，在南非德本来举行了自工研习营哦，他们啊要把慈济自工训练的如归如律如仪，这都是呢。 他们的心愿哦，真正的看他们的经济呐，布善种子不只是在他们的本土，他还要呢跨越到了非洲其他的国家，他们的那一份爱心不亚于我们在台湾的，真的都是。 很令人动容哦，很感动呐、啊！许许多多感人的事呢，萨维亚的已经日志也传回来了，看到了，他们我真的都很感动啊！在那里第一梯次去的，10天到了，必须要回去了。 像范基斯呢，他也是抱着身体有病呢，那到了萨维亚，从这个大前锋开始啦，跟当地的政府互动啦，然后呢，在当地呢，加入了慈济人的这发放哈、哦、等等啦，有10天哦。 因为他必须要回德国再打针，他的疗程呐、啊，3个月到一定呢要去再打针呐、啊。时间到，10天刚好10天后，他一定要回去，他的行动等等呐、啊、都有一点困难。可是呢，他虽然有病啊。 如大船师一样的抱着病，还是呢为了救苦救难，他也是这样的。看到伊的行动哦，我真正足感动的。他回去没几天呐、啊，他心还牵挂着。本来打针完了，一定要休息一段时间，他放不下。 还是心细的难民，还是呢，在挂念着我们的菩萨群在当地，所以他又回来了。昨天呢，跟我在电话，看着这么多人呢，啊，这个摇摇手啊，我也跟着他们呢摇摇手，哇，他们也看到我。 很开心哈、哦，那也看到了好几位哈、哦，那好弟子啊，这个菩萨们哦，他们在那里呢，都做得很开心啊。还有正基士啊，正隆化国的慈济人呐、啊，还有德国的杨基士啊，杨基士也是同样，时间到了，他呢也是。 唔敢放落遐难民吼，他也是佛教教义啦，他就赶快出国去吼，一天的时间哦，他呢还是赶快呢要再回来。当他呢出境啦，到克罗埃西亚这个国家的隔壁吼，那去安尼一天过再回来啦。 他呢还是一样，他在想啊，我若果倒转去，我应该呢，我爱买什么青菜，我爱买什么物件，转去呢去补充吼、哦，给我们的这一大群的菩萨群，要如何呢，再供应给难民呐、啊？这都是呢，爱无间断呐、啊，这就是菩萨诚意。
我们不也这么说吗？菩萨用这样的清净的佛心啊，来看待一切众生，不忍心众生受苦难啊，那也开始了要跟当地的难民委员会啊来建议，因为我们带过去的香积饭啊，希望在帐篷区里呢来募志工，让难民呢自己可以代表来投入这个香积饭哈。他们期待呢有叙利亚、有伊拉克、有阿富汗的难民，他们停滞在当地，希望呢能带动他们呢、也来发挥呢他们的良能啊，才期待因安尼十个十个哈来学学相机换要安怎叫哈、要安怎跑哈、这都是呢期待当地在难民营里也可以呢从难民中来挑出啦，愿意付出帮助同样是落难人。我觉得呢这样的方法也很好啊，要不然呢、好，我们再多的人手都不够用、这是真的发挥了悲智相应，真正是感恩的事情真多啦。那也有呢美国德州今年是25周年呐、看到他们呢在1月1号这么浩荡长的队伍也在朝山表达呢这25周年的虔诚哦。那德州的菩萨们看你们的精进啊，大家呢路不分近或是远，大家的心都是这么贴近在一起，我真是很感动也很感恩呐、25年了，德州25年，要感恩的人呐、从受言开始呢，那哎，以李正富居士呢，他的有了这一块土地，然后呢，有了在德州的吉恩啊夫妻呀、慈铭他们的回来，就这样的各种因缘呢，汇合在一起呀、那地呢成为净思堂呐、现在在那里呢。道场精进呐、真的很感恩呐、最近这几年来，德州呢水灾常常有发生，也感恩所有的菩萨们呐、你们呢关心付出呢，这都是常听到。这一次呢，我也很关心啊。不过呢，要大家。也是要平安救灾呢，人呢还是要平安、请大家就是要看这个路可走才可以去、平平安安的欢欢喜喜的去付出，期待呢我们有这么安定的道场，更需要呢净化人心。在美国，美国呢真的要菩萨多花心啊、美国是一个国际的道场，期待你们呢在那里、为这一块土地去撒播爱的种子啊，要加油，这是我最大的期待。菩萨们师父给您祝福哦，爱的行动啊，精进的还是要熏化。现在呢，过去师父是一直呢为众生在做，现在是为佛法呢啊在拼请您大家人真正的呢法要吸收进去啊，期待大家在法的
菩提大道呢，也要多精进。祝福大家，菩萨道上呢，法喜充满哈，慧命增长。祝福你们25周年庆的欢喜哈。那未来无数无数的25周年。要等着你们呢，去传承，祝福大家，感恩。